是他去干嘛？就出去待一会儿。就反正是偷偷溜出去嘛，成功了就在外面吃呗，外面吃个海底捞什么的，吃个烤鸭。这是我们公司。老师不要说东南西北，东南西北听不懂。要跑吗？怕啥子怕？胆子要放大。看看，这不挺安全的吗？出去往哪儿走啊？老师，往右边走会碰到。哎，门口人多吗？正门八九十个。最近看的都是教材、教科书。要走斑马线，遵守交规好少年。这是专门为这棵树搞的吗？这个有点厉害呀、啊、这个要购票才能进。这些说实话我没有一个认识的，但是都有的是见过。铁臂阿童木，小女孩穿的那个鞋感觉就是这个。所以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画的呀。名侦探柯南，细致之娃一直闷着肚子。我之前不是谈过名侦探柯南吗？但名侦探柯南我一集都没有看过。就是那个主题曲很熟悉。魔卡少女樱我也没看过，但是我知道这里面可以进吗？哦，寄居侠、银影侠是什么呀？钢铁侠，好、哦，美国队长，1986年漫画原稿，这是原稿吗？我这真的是画出来的呀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原稿，我什么时候能画成这个样子？蜘蛛侠原稿，这些上面随便找一张我都画不来。哆啦 A 梦，这个我还是看过一两集的。啊，哆啦 A 梦怎么模仿？嘟哒哒嘟哒嘟哒，哆啦 A 梦，这个不是可以模仿？这种画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实践过的，它一点都不简单。我在家就是。曾经会有想练习一下自己的绘画技术，就比如这种比较简单的看起来，但是其实它非常困难。对于我来说，蜡笔小新这个东西是猪着心看。海贼王这个是不是很多集啊？海贼王这是御寒床垫，我没看过这个电影，我现在都能分辨出来，这绝对是御寒床垫，是一个人吧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是他吗？那看他是就是他。好厉害的样子。是不是结束了呀？